西川大桥很出奇，你看到的，它是在大正十三年落成。在藩镇的时代，它其实是一条木桥。后来去到大水冲坏之后停起，所以停起的时阵用着钢筋水泥，也就是变作是铁筋桥。铁筋桥了后，佫改做。像即马遮尔啊大座一座桥，迄时阵阁有电车驶伫个顶悬哦。边啊，都有一个所在会当看到伊全部的故事。原来规则是甘啊色的，啊顶悬呢，佫有电车，嘿，啊即马一定改做是这种有一点啊蓝色的，保留落来真好，就是有迄种工业时代的特色，多谢收看。